穿最帅的球鞋，最帅的帽 T， 搭配最帅的包包，最帅的破坏牛仔裤，也不代表我帅。洋葱，你有没有立可白？没有，出去记得关门。哦，好，谢啦。关门。要你关个门，很难啊！你好，请问这件有其他颜色吗？这件有红色或深蓝哦，您应该是穿 XL 的，我帮您量量看。这个店员太棒，在我刚进来时不会黏着我或死盯着我，让我有压力。在我呼叫他时又能立刻现身，太棒，没有比他更棒的店员。我可以娶你吗？啊，不要，你很臭。红姐怎么啦？我劈腿被我女朋友抓到了啦。不要跟我讲话，我想静静，静静是我女朋友。我实在无法想象为什么有人能劈腿，怎么会有这种人？我的意思是，怎么能同时让两个女生喜欢上你？这太猛，我连一个都没办法，真是越想越不爽，真想揍扁他。哇 ，baby， 你的身材真的很犯规耶！哪有，你的腿才犯规，好不好？哇，宝贝，你的那边真的犯规耶！讨厌，你里面才是塞袜子吧？蓝教大的小子，你是打不赢洋葱的。什么？你说我打不赢这个屁股男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惹火了洋葱，就这么简单。哦。